妹呀，初步的糖度救护上的实验发生什么事情啊？那种阿爸没好好洗药的，血压没稳，全部高排太紧张，一下输没力，单片面熬脱，不会讲法，当场中风，好在天天送医院。你没有高血压呢？唔要照医生的指示洗药的，研究没解脱的，只要少少油盐，多些青菜水果，正常运动就好了。哦好。一下的面熬脱，输没力，太些嘛，可能是中风，把王健治疗时间夹送医院。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。